新世界同港铁旗下沙田大围站上盖柏澳庄，属于市场的焦点大盘。第二期柏澳庄二更适合上车客，因为比第一期多了开放式单位供应。柏澳庄二由三座住宅大楼组成，涉及1415伙，户型由开放式至四房。其實因為我哋依度咧都係叫做東鐵沿線啊，咁所以有好多啲港島區啊，甚至係九龍區嘅租客咧都中意租我哋依一區，好多啲家庭客啊，甚至如果係講緊一般咧啲大學生啊都追捧我哋依一區嘅租屋。其實依一度反而會係大單位嘅受歡迎多啲嘅，因為無論下網啦或者交通咧，我諗依一度都好適合好多唔同嘅家庭需要。名勝甚至津浪八號咧，而家嘅租金維持大概咧都係40蚊一尺左右啦。沙田區內有完善嘅單車配套，唔少人都會選擇喺城門河出發，沿住單車徑一路踩到大美篤水壩。而城門河嘅起點就係喺大圍，住户閒時就可以約朋友踩單車，一邊欣賞沿途秀麗嘅景色。除咗踩單車，項目附近有唔少近年先落成嘅社區設施。例如在大圍名渠上面的大圍足球場，以及車公廟體育館。體育館設有多用途主場、舞蹈室以及健身室等設備，為居民提供更多強身健體的選擇。如果我哋依一區咧，講到最大的商場咧，就會係新城市廣場喺位於沙田站嗰邊。咁嚟緊我哋大圍站嗰邊咧，都會有一個大型嘅商場將會落成。柏澳庄的基座商场面积达65万平方尺，属于新界东面积最大的港铁商场，一定能够满足住户日常生活所需。项目的住客会所亦都是一大卖点，会所面积超过59000平方尺，园林面积更加是超过21万平方尺。除了基本的游泳池以及健身室之外，更加设有阶梯田园、四季果园等等，住户可以享受种植的乐趣。交通配套方面，项目最大的优势是位处港铁大围站上盖，属于屯马线和东铁线的交汇。等东铁线红磡至金钟段落成之后，大围站乘搭5个站就可以到达金钟站，交通四通八达。再同大家参观项目的示范单位。